我们今天要启运的这个卫星猎风者卫星、哦、叫做 Trident 哈、哦，已经嘛吼被上去这个化石为圭亚那哦被底下发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独立自制研发的气象卫星。我根据这个资料看，我们里面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设计还有制造，83%的自制率。世界上说35%就叫做自制卫星，但是我们有83%的自制率哈。Trident 哈，未来的应用哈，可以来做气象的预报、科学的研究。更重要的呢，还有一个在元件技术上的验证，表示我们有这么好的能力哈。那这会给台湾带来很好丰硕的成果，也可以促进台湾跟欧美等国际产业来接轨哈。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国际的交流，也让国际上知道台湾可以自制卫星，台湾自制的卫星又是很高阶层的这样的一个气象卫星哈。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参与猎风者卫星的这个付出心力的贵宾哈，祝福我们的Trident 哈能够旅途顺畅。好好的抵达到发射的这个发射场哈，我们期待它升空以后，进一步验证我国卫星设置的制造能力，带领台湾迈向国际太空科技和经济啊的发展，也应用这样的未来的数据呢，能够使我们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确，让我们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进哈，来带来更卓越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